我们家住九楼，然后总共有14楼。嗯嗯。然后你知道台北市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冷气滴水。对啊。冷气滴水我真的受不了，因为陈志强又是一个就是会晚上睡不着觉的人，然后他就为了这个，他跑去隔壁栋的九楼，就是站，然后看到底是哪一户在漏水，所以他很认真抓这个。他甚至还去借空拍机，空拍机，变态哦，这个违法。他就在想说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因为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不承认。这个跟我们家楼下真的很像。譬如说，我们家住10楼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去楼下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哎，10楼灯亮了，你等来啊。他要确定他的耳朵是听到真的有声音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家在家里穿高跟鞋走来走去。我说我们谁会在家里穿高跟鞋走来走去？你家又没有球，又有高跟鞋这样走，你家是真的有怪怪的。对，楼下有所以好不好？你当时会不会他给你这一句买凶宅？不是，这可能要请那个法师来。品质很好，是我们很衰楼下住的那一个，他真的很有事，他有事到他拜托管理员进去他家说来，你听，真的有声音，真的有声音。他说，真的某某太太真的没有声音。我老实跟你讲好了，你们家楼上已经3个礼拜不在，我3个礼拜都待在高雄，好可怕。我家有幻听，对吧？果然是真的是，你要不要请的是法师？那我一个朋友也是听到楼上有声音啊，可是楼上明明就没住人呐，哎呦，这已经3年没住人呐。可是后来哦，那个冤屋主现身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跟屋主一聊才知道，3年不敢租出去，因为3年前发生过事情。那他听到声音是什么？因为他就听到滴滴的声音。3年前他那个租客怎么往生的？啊，怎么了？拖着那个桌子，然后站在桌上上吊。他听到了滴滴是。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把这个主题变成鬼片？他家就是有穿高跟鞋，女生踩到球滑倒摔死。声音好，我可以明白，可能他真的有脑神经衰弱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煮饭他们也生气也检举，因为我老公有什么？还是你是半夜煮饭？因为对，因为他就是以前是煮，就是晚一点回家，他服务业嘛，然后他的习惯就是那种大概12点1点才会肚子饿，然后他就会煮东西。那外省人煮东西就是哇，都是新香料什么的，哎，我又被检举了耶，太香了，就说太香还太大声，他说太香了，他说味道太香，香到他没办法睡。我想说，这你20邻居耶，太聪明了。半夜呢？还有，吃宵夜也会管我们家几点要洗衣服哎。我们家洗衣机真的很吵，还是会有啦。我们就是听得到，所以我们天龙人的衣服都是去送洗的。在家里自己洗，在家里洗就是扰灵。哎，你再讲下去又要被喷了。对不起，忘了跟你们解释，我是在天龙人里面的天龙人，我住在天母。你应该要自己有一个王位坐在某一个地方，所以基本上我也还看不起他们两个。难怪他们拿进人家你的 dancer 还是？对啊，呼啦呼啦。你站出来看看，站的。如果你是一只花鸟，你便是大花鸟。把你的伤，我太好笑了。去远一点，去远一点。边穿火鸟边喷，3、2、1，难笑吧？难笑吧？太难了啦！神经病，真的神经病哎！来，嘴撞衫。讲话迂回听不懂，对呀，因为你像我们中南部来台北的时候都掏心掏肺，对，告诉你说，哎，跟你讲我们家怎样怎样，然后遇到什么烦恼怎样怎样，哎，我们真的是什么事都会讲，对，那你就跟这个朋友交了大概几个月之后，才发现，哎，他你后来才发现你对他家一无所知，哎，他都不跟你讲，他讲什么他都说我家很好啊，后来才发现说。天龙人真的讲话很迂回，他如果要酸你干嘛，你都 get 不到。我最近不是接很多业配吗？然后我就正在介绍商品，然后我一个那天龙的朋友就说，哎，那天我看到你有一个东西，然后我朋友刚好有买多的，他有给我试用，然后我用了之后我就说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好不好用？因为我觉得那很不错。他说我用的时候有点过敏哎，我就说哈，那是可能里面有什么成分你要注意哦，然后你要问他有过敏又怎样，或者你有什么建议我可以跟厂商讲。他说没有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便宜的关系。我就说啊，太便宜，
熊妹摸他真的这样讲，我发生了这样，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太便宜，我就说过敏哪有分便宜还贵，你如果对这个东西过敏的话，它就算是很贵的你还是会过敏。对啊，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就是因为那个太便宜，可能有一些组成的成分，然后那个化学的成分就是会让我比较容易就是有一些红疹啦，或者你这样看病啊，你还在学谁？我就想说莫名其妙就搞半天，他就要绕一圈，就算我那个东西好像不好用，还干嘛？介绍都便宜货那种。对啊，我来台北念书，然后请同学吃麻辣锅，想说要跟大家打好关系嘛。哎，我也是存了很久的钱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啊，吃着吃着啊，结束了啊，我去买单，我想说他们要谢谢我这样子，他们真的有谢谢我。哎，水女，谢谢你啦，哦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们一般人吃的麻辣锅就是这种。好像是我请他们吃便宜的，他们觉得不 OK，好像他们是为了跟我交朋友，所以勉强配合我来吃便宜的一样，而且还是我买单呢。我有一次请那个真的猫猫 Paradise， 他不是那个肉可以吃的，我就觉得那个很好，因为我是大学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请那个，然后就觉得那个超好的。对。然后后来有几个那个天龙朋友就跟你刚刚那个一样，他就说一般日常来吃东西不知道吃什么时候随便吃一吃就吃这个，对。他没想到今天聚会还要来吃这个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，那个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旁边的东西，你排太久了才会去吃那个。那小荣是家人，我觉得是不是有人问过你说，哎，你们家有麦当劳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讲很扯，他说你们家里人是不是看电影都要去台南或是去高雄？我说嘉义也有电影院，好不好？嘉义有电影院公司吗？对，我要问，我们嘉义百货公司有啊，还好几间呢。还有什么消费百货？哎，什么消费百货？消费百货很好逛。嘉义还有冰宫呢。冰宫，溜冰那个。阿本，你哪里人？台中，台中，台中恰恰。台中人没有，我觉得，其实我们这样子是很有礼貌的，因为像南部人讲话都很直白，就很没有礼貌。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上大学就是会有从各地不同来的同学嘛，对对对。然后永远记得那时候，因为上大学大家就开始可以打扮，不用穿制服了。有一天我就是穿了一个洋装，自己觉得很好看。结果到学校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南部的同学看到我，直接说：“哎，你穿这洋装看起来很肥耶，超没有礼貌。”这很没有礼貌，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，我们可能会说：“哎，你今天这个版型不太适合，版型不好。”就是我们会推到衣服的错上面，让你觉得不要那么尴尬。我有次去朋友家吃饭，跟他阿嬷一起吃饭，然后有个南部朋友一起吃，然后桌上他阿嬷想要吃一块空吧，比较油，然后他的妈妈就不让他阿嬷吃，然后那个外地来的同学，那么他就说：“啊，你就给阿嬷吃啊，一口吃嘛没归你啊。”姐，他是出自于好意，但是这样讲不好听，反正就是让他想吃就让他吃的这个好意，可是他这样直接讲出来，真的太没礼貌了。他这样一讲，你就非得给他吃不可了。对，而且好像在诅咒阿嬷一样。直白不太一样，像我们南部的直白是说，譬如说我跟月哥好久不见，说哎，要不去啊？对呀。开同学会啊，女同学那个家乡的女同学那个素颜，然后我们也直接讲啊，那啊你是卡喝哦。我这样讲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你是在诅咒我死吗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我跟他很熟。你说像我其实他比较妥中康康，他说你要不要信？我就真的死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要为了死啊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可以啊。像我在台北，比如说如果被认出来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些会不会打扰你？可以给你拍照吗？但如果我在南部被认出来，然后我今天在跟陈志强那边路边吃卤肉饭，然后两个人这样抱着槟榔这样走过去，哎呀，曾志熙啊，啊你在吃卤肉饭啊？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吃，很可爱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然后他就开始跟别人讲说：“啊，你认识他不？有没有认识？”他就之前演那个联奏会、梁奏会啦。梁奏会。
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演连体婴。对，我们那两部出外景也是啊，点跟点之间，然后有一段距离，我们本来是说走路就好，因为大概10分钟。嗯。哦，啊，他们那个相亲哦，要骑摩托车要载我们去，啊，我想说，我坐你摩托车很怪，不坐不行哎，你赶紧别这样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他还递安全帽给我，就戴着，莫名其妙被他载走。太直接也会伤到对方，所以我们才会变得很婉转。对，像是我助理，他是嘉义人，然后我就是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才跟我讲说，其实老板，我觉得你有点距离感，有点恐怖，因为以前他可能传很多讯息给我，然后我就只回一个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就这样很简短。可是他会说。就感觉好像很没有温度，没有情感，看不到一些什么表情、情绪。放个爱心嘛。后来我就特别的对，后来我才被迫想说，哦，好，那每一次我说个好之后，也要放一个爱心、爱心、爱心，开始放爱心了。然后每一个给他三个，什么飞走呀，一个惊叹号。对。然后那个笑哭脸，我打字也会变成这样子，就变成被逼的，因为不能太冷漠。对，壮士，睁眼说瞎话。我觉得天龙人还有一种，就是就像刚刚那个大哥一样，就是有一群天。我一群天龙人的好朋友，今天天龙人好像全面被碾压哦，他们气已经消了。因为反正他们讲话我们也没在听，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们也是因为有通告费才坐在这里，怕他们跟你们坐在一起。因为你想再多，他们才有这样子身份证。这个机会我本来不想来的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